情境。为什么是一个月呢？难道你肯定胡志军会在一个月之内来到秦牧市吗？对呀，剑锋，为什么是一个月？那我来说吧。其实我们谁也不敢肯定胡志军会在这一个月之内现身。我们实施的零点计划其实是一次冒险。碰运气也不全是，我们已经无数次的分析过胡志军的作案心理定势，他一定会露面的，而这一个月又是他最有可能的时段。当然我们也承认这不是100%的，只是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。喂，佳佳，什么事儿？我可能得出趟门。什么？你要出差？嗯，这次可能时间会长点，大概得2个星期左右。你要去哪儿啊？都城市。哎，我上次不跟你说过吗？我去要账，结果朋友说让我缓他2天，现在日子到了，我得过去看看。那你要出门怎么不提前跟我说啊？这有什么好说的，又不是1次2次的。嗯，哎，再说我现在不正在告诉你吗？你最近走太频繁了。佳佳，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了，这次回来我肯定哪儿也不去了。佳佳好吗？那你注意安全。对了，你跟儿子说一声，爸爸这次回来肯定给他买礼物。你啊，这不让人省心。你就放心吧，我没事儿，不会有事儿的。就这样，再见。陈队，都说了要责任到人，如果胡志军在一个月之内没有出现，谁来负这个责任呢？我们俩。好，立刻开始实行零点汇报制度。注意，在实施过程中一定要严格保密，在胡志军没有露面之前，我们绝不能打草惊蛇。好，各部门开始行动。是。是。剑锋，哎，老周，那么早就起来了？哎呀，没什么，今天早上突然睡着了。哎，今天是零点制度的第一天，有什么异常吗？没什么异常，一些外地流动人口啊，也受到了严密监控，而且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。应该说呢，跟我们预想的结果差不多。真不知道胡志军什么时候能来。哎，不瞒你说啊。今天早上一醒过来，我突然有一种感觉，觉得胡志军离我们非常近。嗯，说不定啊，就在什么地方藏着呢。我说老周啊，你呀是个老同志了，我也得说你两句了，不要总是感觉走，主观的东西太多了。我也不想。如果不主观的话，我们连凶手是谁都不知道。我也不想碰运气。如果不碰运气的话，我们哪来的零点制度？甚至我们俩都碰不到一块儿。
破案难呐。要有理论，要有经验，要有实力，要有运气，还要有直觉。我做了那么多年警察，我第一次感觉到破案难。建芳，这越有困难，越要上。胡志军知道，这一次重返奇木市，相比前两次，危险系数更高，尤其是他在前不久还刚刚在此地做过案。但胡志军就是这样，他过分的小心谨慎已经使他形成了心理定势，即使冒险你要住房子改变形象，他仍然要来到奇木市。哎，你这儿太贵吧。哎呀，进来谈，进来谈，至于价钱嘛可以商量。来来来来，请请请，那这儿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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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。哎呀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这家公司的副经理。啊，你好。哎，这儿有便宜一点的房子吗？你要多少钱的？最好一个月300块钱。哎呀，上个月倒是有个200一个月的，不过呢是地下室。地下室就地下室，没关系。可惜了，已经租出去了。那，哎，还有什么其他的吗？其他的，其他就是那个门外贴的那个告示呢，那是我们公司自己的空房子，就在里边，400一个月。400，太贵了。这样吧，那就算你300好了。嗯，行。不过呢，这一次性要交3个月的房钱。什么？哎呀，现在都是这个规矩。那算了，我啊只住一个月。哎，不，别忙别忙。要不然这样，那边是我们总经理的办公室，经理出差也没回来。你要是住一个月的话，经理倒是回不来。哎，不过没床啊，只有个长沙发。沙发也行，多少钱吧？要是你住一个月就300，好不好？能这样当然最好了。不过，你不要把那个房间搞得太乱，要不然我没法向总监交代。你放心吧，我走的时候啊，一根头发丝儿都不会留下。啊，哎呀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带我进去看。啊，请跟我来，来来来来来。怎么样？这条件还可以吧？我估计我这价钱啊，这就不错了。哎呦，谢谢谢谢。麻烦你能告诉我一下，这是什么地方能弄到摩托车吗？我可能到处会跑一跑。这个呀，你出去向北走，有个二手摩托车市场，你到这儿去看看，应该比较便宜。哎，能卖？就2000。不卖。2000？不卖。哎，大哥，您是买摩托车？嗯。看看我这个。都是新的。多少钱？您看着给。这样。3000块。2000。这样我们一人让一点，2500可以了吧？2000。哎，你总得让我赚一点啊。我只能出这个价了，2000块钱。好，2000就2000。另外我不太懂这摩托车，我还得试试车。
您说这话我就知道你绝对是个车懂车的，你想试就试，随便。还有一个条件，我住的地方啊不太方便存车，我这车啊得你给我找个地方存着。实在不行你只有放我家那个库房里。那谢谢了，不过你放心，我存的时间不会太长，也就一个月吧。那你家住哪儿啊？附近。哦，那行吧，你先试车。那我试试啊。来来来。当已经变了脸的胡志军悄悄潜入齐木室的时候，陈建峰和周铁还在不分昼夜的工作着。实行零点制度后，各地区传上来的报告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量，但陈建峰明白自己只有不辞辛劳地一张张地看下去，才有可能从中捕捉到胡志军的信息。哎，老周。嗯，建峰，怎么样，快崩溃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谁面对这么大一堆资料都受不了。你怎么办？我能怎么办？还不得一张一张的看？哎，说不定还能找着胡志军的线索。我宁愿出去抓十个人也不愿意看这些资料。你说。行了，你别说大话了，将来你总有一天抓不动的时候，到了那时候你也得坐在办公室里看资料。等等，你别说了啊，你接着看，接着看啊，接着看。谁？哦，大哥，是我。有事儿吗？我是告诉你一声，晚上十点以后最好熄灯。我对外面说这间房没人住，要不然被查起来的话还登记什么的，对你对我都不好，是吧？行，我知道了。还有其他事儿吗？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你休息，你好好休息吧啊。哎。警官，哎，请进。你好，我来登记一下。啊，好，好，好。哎呦，怎么现在一个劲儿登记呀？昨天、前天不是都来过了吗？怎么今天又换你了？这个你就别问了。啊，你这儿最近有没有什么外来的流动人口？哎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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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总经理出差了，员工又放假，就我一个人守这儿。哎，警官。哎，什么呢？里面那间空房有人住了？那边？哦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空着呢，空着。门外的招租启事怎么撤了？哦，你说那个呀？哎呀，没人来租，就没贴了，是吧？啊，签个字。啊，还签字啊？这。好。啊。发现什么可疑人员，记得马上跟我们联系。哎，好，好。哟，警官，哎，慢走，啊，慢走啊。哟，大哥，出去啊？哎，哎呦，喂，大哥，哎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啊，做生意的。哦，做什么生意呢？这跟你有关系吗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就是好奇，哎，那么问一下，我啊是来收账的。收账的？啊，对对对，你是收。
那吃了没有？啊，吃了，吃够了，吃够了。哎，你车就在后面，你自己取啊。哎，好的，好的。啊，来。哎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孩子，拿着啊。不是，谢谢这事儿啊，还得谢谢你了。你太客气了。不错，谢谢。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就在后面啊。胡志军知道，这一次将是他最后机会。来杯茶。他必须做到天衣无缝，一次成功。事已至此，他反而静下心来，耐心地等待着机会的到来。老赵，我们是不是看得太死了？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零点行动是不是太过极端，以至于胡志军没有下手的空间？我认为不会。为什么？第一，我们这次行动是一次秘密行动，胡志军不可能知道路面上会有这么多的便衣警察。第二，胡志军已经被逼到了绝路。他必须动手，别无选择，除非他金盆洗手，那不可能。那他肯定会出现。这心里怎么七上八下的？不对劲儿了，我感觉。这几天的报告，咱们都看了。嗯，从外来人口的登记上显示，胡志军没有进入齐木市的迹象。建芳，你太紧张了，需要好好休息。哎，老赵，你不是也有过胡志军要来的预感吗？是，建芳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可是一直斩钉截铁的啊！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，想多了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无论是对胡志军还是对周铁和陈建峰，压力都与日俱增。随着压力的不断增加，双方的耐性也都慢慢的到了极限。商量个事儿，啊，我啊懒得排队，你帮我买几张车票行吗？哦，哎，这剩下的钱都是你的。嗯，去哪儿的啊？明天上午10点到11点之间，所有车次的票一样买一张。所有车次？对对对。哎，又不让你白干，帮个忙。哦，好。哎，那个，帮我看一下啊。3张，剩下都卖光了。行吗？行行行，谢谢你了。啊，这剩下的钱你收下。真的？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。胡志军不动声色，同时也不留痕迹地离开了租住的房间，
早早潜伏在目标的楼下，他知道这是自己在齐木市最后一次行动，也是他回到平静生活的最后一次机会。为此他早已布置好周密的计划，像个等待猎物出现的猎人。哎，走了。爸，你咋了？我胃不舒服。你吃药了吗？吃了，没什么大事，但是我可能今天去不了了。行，你就在家待着吧，我自己去啊。你连车都不会骑，那你说怎么办？昨天给人商量好了，我不能不去呀。行了，别为我担心了，干这一行活多少年了。啊，行，休息吧。啊，行，那你自己小心点啊。哎，好嘞。
报告报告，出现情况，有人持枪抢劫后逃逸，有人持枪抢劫后逃逸。老周，胡志军出现了。什么时候？刚才两分钟前。封锁了吗？已经全线封锁了，这次他跑不了。快走。喂，老板。师傅，火车站。老人家，你还有气力说话吗？男的。手。红色。我躺着。接下来先躺着，别说话，深呼吸。好，上车吧。喂，我是陈建峰，通知路面上所有的巡逻车，马上搜捕一辆红色摩托车，绝对是胡志军。放心吧，他跑不了，这次我们赌赢了。为时过早，但是现在的局势还在我们的控制之下，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。火车站、飞机场、公路，乃至于路面上的机动车，一切都在我们控制之下。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全市内进行地毯式的搜索，挖地三尺，找到胡志军。
哥们儿去哪儿啊？不知道。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车站门口怎么那么多警察？开车。肯定出事儿了，我们这儿大街上刚杀死一个人呢。开车啊。上高速，好嘞。师傅，掉头，掉头，怎么了？我有点急事儿，还得回去办。麻烦你掉头不出城了。好的。哎呦，才回来啊！啊，哎，哎，大哥，你这状态不对呀、啊！你昨晚上没回来，干嘛去了？哎，你是不是去那个？哎，哎，我说，你这感觉好像……不犯病就好了。你先稳定一下情绪啊！你父亲的伤势呢，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很严重。送上救护车的时候还能清醒说话。我要去看他，我要去医院。小伙子，你去了也没用。你父亲正在做手术。你现在能做的呢，就是配合我们工作，尽快的把抢劫你父亲的凶手缉拿归案。这是分秒必争的事。好吧，你们想知道什么？你们被抢了多少钱？25万，人民币，现金，装在一个黄色的牛皮纸口袋里，哦，是银行的那种。这几天你们有被人跟踪的感觉吗？没有。生意是昨天谈成的，昨天下午就回家了。本来说好今天上午去，可结果……你见过这个人吗？说不好，看着有点眼熟，但是说不准。我现在能去看我父亲了吗？好吧，我送你去医院。走啊。面对绝望的境地，他做梦也想不到，警方竟然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严密地封锁了整个奇木市。这一次，他感到自己真的完了。
跟随一点点痕迹，上天入地。坚强的你，撑起风雨。